Next is game representing Finland, Laura Lepistö. 好，下面要上场的是在本节目当中排在第三位的芬兰选手列比斯托，他是今年芬兰的球冠军，也是今年的欧锦赛亚军，在温哥华冬奥会上获得第六名。自由滑曲目来自于皮亚佐拉的《再会，诺尼诺》。
兰的全国冠军列比斯托。这套动作当中主要问题出现在了后外结环跳这个动作上，一次起空，一次把三周跳成了两周。他的这套动作滑完以后，接而上领奖台的希望越来越大，因为后面还有两位选手要上场，而实力强的只有美国的常州未来。那么接而目前是排在第二位的，所以说这次的世锦赛女单自由滑的比赛悬念实在是太大。很少见有这种前三名不是产生于最后一组的情况。而在短节目当中发挥的比较好的选手能够进最后一组的选手，在自由滑的比赛中频频出现失误。列比斯托这套动作就算全部跳跃完美的发挥，他在节目内容分上跟像金妍儿啊，还有包括像常州未来都是要差一个档次的。像金妍儿还有浅田，他们的节目内容分都是在这个8.5以上到9分，列比斯托的这个是在7.5到8.0这个档次。好，来看一下列比斯托技术分是54.24，技术分很不理想，节目内容分是60.00，划出了114.32分，自由滑排名第六，两套节目的总分是178.62，目前排名第三位，目前排第一的是浅田，金妍儿排在第二。